在前面的时候，赵琴的面部表情，包括他的整个的状态，没有表现出一个决然。难的不可能。但是刚才黄老师说的很好，就是他那段表达到底是以他想说的为主，还是赵琴对视频的这个方式为主？最后那一段视频放出来，赵琴说他的人生梦想，他现在想象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海里的欧鸟，这就是一个感性的表达，这就是一个非常柔软的感性的这样的一个女孩。最后的时刻，她与其用理性的方式去陈述我什么时候认识你，认识了多久的，她一首歌就在唱一段的副歌，最后再说一句我带你飞。你的欧鸟飞我才能飞翔，我是你的翅膀。而且赵琴的资料里面写到了今年成熟稳重喜欢唱歌好的男生，这太吻合了。而且那个时候还强调说你跟我能一年免费飞12次，这就是一个理性的思路。但是跟着我每次我在任何看到大量东西上的人写的时候，希望有你在我身边，像这样类似的感性的表达，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反应。 Wow guys, so many games to play. 就是差一点点，What's this button for? Haha, I'm gonna push it till it explodes. What about this one?My mom never lets me do this at home. Wow, this bouncy sound is so fun. Oh, squishy bears. So satisfying. I can do this all day. Hee hee. I think my phone is turning into a squishy toy. Wanna play Obby games? Download Fidget Toy 3D now.男嘉宾在选择听众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们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可以一起打造极限运动的诺兰斯特。你说的极限运动有哪几个？好比就是一起去蹦极，然后滑翔伞、冲浪、攀岩之类的。喜欢这一类活动的有哪些啊？哎，那么多人。十七号，男嘉宾你好，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坐过山车的女生，我酷爱那种失重感，但我觉得我的心脏和过山车的车速一起上升又下落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马上就满血复活，并且生命很鲜活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去尝试一些更多的极限运动。可以的，我会一直在你身后的。可以去一下重庆那个100米的极限。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去的，如果今年有机会的话，我想去。所以男嘉宾，就以后去极限运动的话，你可以叫上我，叫上我。好的。Wow guys, so many games to play. What's this button for? Haha, I'm gonna push it till it explodes.
ship to explode. What about this rocket hammer? My mom never lets me do this kind of cargo hammer. That is so fun. Oh, squishy booty. So satisfying. I could do this all day. I think my phone is turning into a squishy booty.这个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在女生的世界里边，你会喜欢的人喜欢，不是吧？不是吧？刚好人说不是。就是我的理解是，如果我跟你没把你当自己人的话，我反而会打扮得很精致。但是如果我把你当自己人了，反而会就一个很淡的妆，然后头发就黑长直，不会去想太多。其实我是这样相反的。嗯，很小气。哎，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在生活中是属于一个比较神经大条的人，有的时候我也是比较随性的就出门，可能穿。谁能把这两款头型给我的服装 ？Thank you。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这种感觉会比较自然，因为相当于体现出两个关系比较好嘛。就是你希望我在一开始相处的时候足够尊重你，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嗯。七号，大家好，我叫张小七，今年27岁，是一个来自安徽合肥的女生。我平时的时候也是会洗头的，但是跟男生时间在一起久了不会洗头，男生可以帮我洗头吗？如果假如啊，我俩在一起之后，可以了。会帮我剃头吗？造型都可以。好的，谢谢。千里江陵一日黄，我是你的江陵，就是你的江山。今天楚国定都荆州400余年，刘备借荆州，周瑜夺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小时候就听很多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长大后我离开荆州来到南京工作生活。我是何以为，是一位讲究效率但是不求结果的大公司。我有行业里我会做好一件事，我的头等舱。当时我的面试简单，在一个店铺，一会儿吃饭，一会儿看报。为了面试一下照片，而且工作时间持续了2小时，我希望用最短时间达到最佳效果。20分钟有了这个发型，我绝不多做1分钟。对我来说，发型师不仅仅是简单剪一个头，还有帮助顾客建立他们的信任时刻。有一次，有一位顾客，他第三天来帮我，我发现是我的发型，我鼓励他，我能够去参加产品经理的培训，进行发型的帮助建立自信，发现自己的美，这也是我骄傲的。平时我也会去养老院为老人们免费养发。和他们聊聊生活，听他们讲故事，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些人对发型师的刻板印象，我很想用我自身的行动改变大家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其实就是用一把剪刀来帮助大家的现代手艺。荆州是我们国家保持大城墙比较完整年代比较长的城市，南京啊，西安啊，是的，其实荆州和南京的历史文化程度差不多的，因为荆州的话也是五代朝古都，楚国那个时候也是定都在荆州，三国这个都属于吴国，然后湖北的古镇呢也是荆州，还有在我这边的当阳那个，而且很恐怖。湖北啊，其实有好多古镇呢、啊，都是三国时期留下来的。你好，蓝嘉宾。你好。就是你是发型师嘛？那你会根据顾客的脸型啊，去推荐一个发型啊，其他的。那你看我这脸。